这是大大的好吉兆啊！哦，陛下，先听讲，泸州的龙殿每张张画拢发香水呀、啊！哦，哎呀，陛下，一拿来看起来，到处拢是出现吉兆，真是可喜可贺啊！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呀？一定是陆洋洋在出现什么奇异的相随，算是算为吉安进宫。心寒地理心中无形将情来不及调此乃下界之行呀不受百银千两一时定义下注容易不见野人这受福荫我穷家的宝债哟有债但我们不要去上前去计较，是是。参拜万岁，万万岁！魏献卿，会计啊，何事禀朝？启奏万岁，现在洛阳等我分晋。哦天我混子吧是啊对啊都是一个规则天我背来催眉江啊嗯我给你都错不懂天我啊哈哈哈哈哎呀丁我天我天我丁我那阴差阳错
好文部，洛阳抗灾遍地，我咋想要造字，哪来的天鹅呢？魏大人，在你咱拢是家官户禄，立当国事，爱体恤民情啊！没，当然，当然。天道皇兄，天宝以尊旨将土地权押送来家，请皇兄定夺。大上啦！大土地权上殿。哎呀，皇金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你身为钦命大元孙武敖耿，竟然风波灾情，飞蹦雕情，改动何罪？陛下，您下去关心，到刑部议处。是。我聪明的刁心咯，就爱我的刀啊机，我聪明就爱学刀机，嘿，刀万岁！目前洛阳天魔混战，经脉不散呐、啊。经过不散，是。哎呀，陛下真是上帅的经官呐、啊嗯！不但安尼，也阁有国富民丰，刀笔四门呐、啊！刀笔四门，前所未有啊！哈哈哈！魏献卿，在你天晴爱民，一直国富民丰。天鹅献水，堪为百官殿宦，太定亲帝一边一世家。心下印，心下印。哎呀，我家在哪户？会叫剑锋转舵。顺风杀刀枪，立竿随弯。啊，那无我会甲迄个苦竹船同款，叫做做翻海相船，也都爱看风势。哎呦！伟大人，大，这尊是千秋千。风凉啊！你来满身当官呢？因为比这条件，这路上飞马过来，才会归乡去当官。那安尼两月相冲是破病哦。比这脱病，健体一向安康，但愿如此。魏卿家，现在赶紧来来受好。下妞妞千岁来，嘿嘿嘿嘿嘿嘿嘿，好一个魏德安呐、啊，洛阳抗灾。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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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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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哎，老公公啊，同意同意。魏大人，老夫今日无喜可动，隔日老夫则个带您到去。哎，不要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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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宝剑洛阳名胜，神请陛下东巡洛阳，也好让百官一睹机关盛景，一炮眼红。嗯，对对对，陛下，咱神请驾进山顶海面，日夜庆祝。看来要过没吃过天鹅吧，陛下，咱心情想要吃天鹅吧。太少陛下娘娘，天鹅那是吉祥之鸟，吉凶不宜多少。刁大人言辞又差，陛下至尊普天下万物，应该爱给陛下吃。何况小小天鹅啊！天啊，对对，陛下，赶紧啊，时时不再来，机不可失，紧下旨下旨啊！好，好，好，殿中在洛阳拜谢天鹅宴，君臣同庆，天下太平。罗子板。当时也将各国诸神邀请前来观礼，一行全国到位。哈！你我请各国诸神来观礼，陛下定心意已决。内部率团之六部九卿，文武百官，不如随定东巡。我知。披甲会将。上吧！
不不不哎呦老爷啊你是安怎样讲安尼尴尬的心啦、啊？哎呦，老爷，宿醉啊！啊，恁是拢食酒醉啊，是哦？哎呦，老爷，酒这个歹年冬，百姓要饮酒都无，啊哪有酒，通来好过度？哦，啊，原来就是腹肚枵，啊，这样搞我尴尬倒翘翘啊！是啊，不要紧，不要紧。老爷只有几粒仔米头，啊，本来是要留咧食下昼，那只样，都先摕予恁食咯。哎，那减一粒吧。啊，老爷。一定是老爷拄仔跋倒来时阵哦，怕无去啊！对对对对对！哎呦，无彩无彩，紧倒出来啦！紧走紧走！但是找有无啦？找无啦！哎呦，无彩无彩啦！哎呀，一定哦是咱要客对对。哎呦，无彩无彩哟！哎呦，当咱哩今嘛只有四个轿夫，剩三粒米头，是要叫弄完怎样分啦？啊，安尼啦，啊老爷我家己留一粒，啊剩嘞三粒两粒，把恁摕去离个天庄哦，啊每一人八一半，这叫做嘴重三分饱，啊加减啊蒙骗嘴。嘿，就像老爷，你讲，你讲，你讲。我跟你讲吼，百的事吼，贵道的酒吧，拢不如妖的事吼，一杯也来支持他。老爷，你这是救命菩萨啦！哎呦，菩萨唔敢当啦，啊，若是吃了吼，啊，叫都给我继续当。啊，给你吃，给你吃，嗯。老爷，都督的官孙到位咯！啊！到啊！到位啊！哎呦，吃好吃好！救命！红娘终于到了，救我啊！嘿！阿哥去起救啊！救救救救！哎呦，老爷，老爷，救更好，已经转去啊！哈！救更转去啊！是啊。啊，不要紧，不要紧，那我给你用行就好啊。老爷，老爷，那会用给你用行嘞？用行嘞。安尼啦，阮大家拍手叫，好老爷你坐。哎呦，唔免唔免啦。来老爷，唔免啦。来啦，不要紧啦。老爷，来坐，来坐，要来啦。老爷，坐。就靠林大人，免礼，夏大人，
来人啊！这块匾啊是匾，是红香的文匾。吼、哦！哪呢红娘呢？红娘，红娘也到。接地。皇帝诏曰：朕即位以来，文公武帝国泰民安，洛阳天下混治，实乃千古之奇观。命都督韦德安比作天下霸者，以公义言钦此。韦大人，这是呀！谁娘子，大人啊，魏大人，升迁在望，老夫给你可敬可贺啊！老国公，皇上大娘娘，不日之间要下洛阳，你准备天下霸者，误了天下宴，假罪不起。老国公啊！大人啊，老国公已经起风了。哎呀！用尽心机都阿妹个丢，哎呦，皇帝咯，哪在乎这阿哩都丢，大阿哩都阿妹哩个丢阿哩个出皇帝哟。皇上出京哩到阿妹哩个丢，哎呦来一地咯！一边皇上啊哩到丢，东啊哩到阿妹哩个丢啊哩个爱吵架。天过眼。这天我眼，弥陀经啊，大人，本官和你海格足清惨，我害大人啊，我哪有害你？我哪会敢害你嘞？你若卖向我报仇，本都可以高枕无忧，你输到今仔日，我便足自由，便足自由。大人啊，你所讲的比这是愈听愈糊涂啊！哎呀，本督对你讲实在，迄日我到翠屏宫对皇上禀报灾情，下代皇上将天我误听天误，本督最好顺水推舟，不料洛阳天我昏之。哎呀，大人啊！你呀，天鹅是天顶伫个飞吉祥鸟，呀，天鹅是损害我国的海棠。大人啊，你哪唔敢虚幻虚虚幻虚，哪会要甲水龟伫个南昌？你哎呀，本督后悔嘛无及咯。哎呦！贵官，大人。
是野鹅，毕竟是还有办法当甲你效劳。啊，这天鹅、啊，天鹅呐？天鹅，啊，我是无可奈何啊！哎呀，鬼官呐、啊，你菩萨的心肠，你嘛叫我一拜就好。哎呦，大人呐、啊，大人呐、啊，既然那个来生哦，无归去啦，啊，你将鼻子割折啦，大胆！你家口言不准，哈、啊、哈，脾气不刚。阮当老实对你讲，你甲我亲像乌鸦白带的牛卡，我飞袂去，你也走袂离。啊，你三更来，爱捕捉天鹅，百只不得有误。哎，大人啊，啊，这，正家家乡洛阳，你住在闽南西峡大埔，不准遐下来游民严格化验。不准二三男女搭起个声来，伫咧乱乱说，不准。哎、欸，唔对，爱从苏南面去只刮出洛阳霞。嘿、欸，大林啊，大林啊！哎呦，我满心只望只母牛，但是无。但今物就参加无不同小休。
这倒来西海尔做天鹅啊！我比别好惨就是一到的吞龙里哦，我磨嘴苦也有个袂爱喜，我想无多来谈好比，也做这款歌。老爷，无你嘛是一官之主，朝廷的命官，那就爱怕当自己在含血吞啦。哎呦，讲这个讲啦，这酒拢别人伫在啉的哦，你若醉，才叫你伫在醉哦。阿姐，阿姐哪法度？老爷，人讲做人就爱情志高。先比人气，伊嘛先比人气，也要低头，也低拢磕石头，是要安怎磕袂起？无嘛两破甲因喷到，全身骨来黏皮皮。你哦，那是老子的乌色无留予你，唔免三工，我想着飞飞去哦。阿姨，嘿嘿，好啊，只讲三日来会当用味去吐气。哼，嘛可能你三十年来伫咧吞声忍气哦。哎呦，女人啊，啊咱卖记即款生活事啊啦，行行行，来饮酒行，嗯。哎呦，卖生气啊啦，行啦。来，坐，来，陪我饮一杯哈，来。老的，空包饮烧酒，是会真紧醉的呢。醉上好，醉上好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凋落，凄厉苦多，开动一空，有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多空。老的啊，这不是什么道空啦，啊，只要平常时家己结个土酒咧，哎，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啦，来啦，吃菜啦，哎，如林啊，喂咧，今晚菜是，好、哦，今晚是青菜煮豆腐，青菜煮豆腐，一清二白。对，一千里边啊，好彩，好彩，好彩呀、啊！青白人都爱啉这个青白酒，配这个青白菜，啊、我上适合吧。来啦，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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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是什么代志，你休到嘻嘻叫啦？外面有一挂乞丐啊，咁要求见老爷啊！啊，嘿，啊，莫非是在弄在作秀？啊，闻香而来啊！哎，这是衙门呢，唔是破旧是家宴啊，将因赶走。赶未走啦，夫人啊，遐乞丐跟你讲，
除非老爷的见面，要那无是啊，伊要死去门牙口，和老爷打呀！哎呦，你该听看卖啦，世界上这款的乞丐啊，哎呦，一定是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啊！家燕，啊，赶紧传你入来。是。嘿嘿嘿，稍等呢，不用的，爱赶，传，赶，传，赶，赶，赶。团团团，哪位？我看你吼，一年通天，对年头无用，甲年尾，你哟连一时啊用，你就用袂着啊！哎呦，无你的代志，你袂，哎，你袂啦，哎呀！家燕呐，啊，赶紧团恁入来。是。嘿，无人敢惹你惹你，谁敢惹？嘿，老爷子多，是你哦。好，阿蛋的，老大呀。究竟呢？请问老爷，阮做乞丐的是犯着倒一条王法，为怎样要把阮赶出城去？你问本官，本官要问啥人啊？啊，花心头生囝，搁伫咧乱不做，啊，这条故事不是你出的事吗？你甲看吼，咱无通啊穿，搁无通啊食，伊才搁好，有烧酒。嘿连酒嘛，你哪里摆呀？你所以搞，酒多。嘿，喂嘞，喂嘞，喂嘞，嘿，哎呀，恁七拜八拜，拜到桌顶去哩，但我爬落来。大爷，老爷，老爷，回家，回家啦。老爷，南州籍也敢跳就八仙桌，哎呦！喂，卡差不多嘞哦，这是家门嘞，你哪敢来这假笑假的呐哈？哎呦，你到底是啊？哎呦，连着鸟兽饥寒至深，王法是咱禁吗？啊！你都给因吃，吃吃，我心肝嘛较清一点啊！啊！你都当作拢我家己吃，安尼就好啊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老大，啊，到这是算什么烧酒？啊，气味都敢那醉了呀！我看看，佮真实嘞！哼，阮老爷做的是散肝、清肝，当然吃的是清汤，你要是醉酒啊？散肝哦。嘿啊！清肝。嘿啊！哈哈啊，这散瓜清瓜吼，不时时有听人咧讲啊。不过吼，我食到这大汉，也无当着过啦。哎呀，俗语人伫咧讲啊，迄个西无若无乌，啊做瓜伊就土啦。哎呀，一定哦是看着咱来啊啦，故意咧靠平靠靠。哎，乖啊，你看这地脚内拢是骨头咧，要安怎食啦？卖食啦，卖食啦。喂，吼，你哪有通食有通啉？在遐嫌寒嫌近哦，哼，退来啦！有鸡腿无？啊，摆出来摆啦，摕一块出来啦。有影哦，是十招的乞食相啦。哎，无你是安怎？无你是安怎啦？无你，
啊，派派你当都卖去盐，啊，菜脯囡仔罔加咸。老爷，阮兄弟永安要倒来休困啊。我娘去！哎呀，讲到恁家哦，和恁上大班，也说要甲我上眠床，是啊，是要甲我出出去。出去。兄弟啊，好。咱就坐这甲困啦。哎，啊，袂用的啦。哎呦，是啊。哎呦，哎呦。哎呦，你两个大家给他闹没错吼，唔通怪本官无情来呀、啊！教我打，是打打打打打打扫个门去吧。是。老爷，我兄弟吼。今仔日来到这，是客人的你进寒籍，或者从凡事，就是春晚戏啦。兄弟啊，提咱三宝刀来。啊，老爷，什么是三宝刀啊？哎呦，毒酒啦！毒酒嘞哦，哎呦！有劳管太爷，给阮大家休息。兄弟啊，大家你嘛，好你个兄弟啊！崩溃！百姓，百姓，好，老百姓，百姓疯狂跟你斗阵恁呐！老爷，老爷，你不可如此轻视啊！我没无无。用剑心阻碍，三十年来走过十八关，拢是妖怪留伫的阻拦，上不愿出风关过，下不忍目视泪面，我心有人情世故。来晚路千里情别，老爷，如今定情一别，走投无路，恁这个人也来捉弄我，我老当这个世间有啥物路用呢？何况恁呐，老爷，老爷，卖安尼啦。恁这个惹代志的人啊，已经忍着门槛了。是阮老爷，二十个做官，三十年来行过十八关，中秀清风。满怀热血，忠心报国，一生当中，就咱捌做过害卖百姓的代志，官难面，官乞食，的故事拢是多多在哩，比阮老爷出哩，人伫底讲哦。无够头食，是安怎？叫伊爬到伫在受罪。无人啊！这是官话代志，官话代志是安怎？卖讲啦！我袂讲，我明明要讲一个出去咧。唔得安尼哦，偷偷带你满载不报。也搁讲天恶天相，喊阮老爷三更起来，爱报你啊百家的天恶，天恶妄想办你，伊安那无？安那无？安住！
坚定不移，当当就努力了，老爷。我呢真是欺人太甚咯，老爷，小人不知，这来冒犯，请你多多恕罪。恕罪，恕罪。不得吃无罪，恁叫去分饭，那是本官的体谅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爷，我二老怪虽然身为乞丐，不过我嘛知影知恩必报。这掠天罗的代志，无安尼啦，就交予阮兄弟去办啦。是啊，对对对对对。啊！恁是变哪无米煮正饭啊？老爷，唔是我哩分家规哦，在这个录音声内，我有兄弟数百名，只要我吼背管安尼啊喊一声，像安尼，老爷你看吼，嘿，我背管喊一声，兄弟啊！那安尼讲起，你唔着比我这个太爷较威风咯？太水啦！嘿，老爷，啊，若是霸家天鹅，你准你安心啦。是啊，老爷，你安心啦。恁遐够将我这个李某某啊当作是恁太爷哦。哎，有无？哎，来来，老爷，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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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坐坐坐啊。写着刀笔四文呐、啊，这也叫做计量文理呀、啊。哎呦啊！无你是要讲头家去外地？紧赶去啊！嘿，车慢。因究竟是犯什么罪呢？嘿，阿伯啊，顶顶顶写讲刀笔四文。啊！是为怎样？你要甲摕四十文呢、欸？这是官府的命令啊，全城拢嘛同款。啊！啊！你的意思是讲，官府叫伊一礼拜啊上写两种介绍了？嘿！啊！呾官府若无命令吼，啥物人敢用头毛去刺血啊？这叫做隐晦打家人，抢个插地皮。啊！这样人骂过皇帝吼，我管他恁这不三不四的。哼！啥物啊？是做咩皇帝看的哦？
呀，那阿哩我是要吃什么？天啊！我听到碧罗家三家就起床，未顾吃三顿，四家就出门，东南西北四城的碧店，我四更啊就去甲伊问。本来知影，因拢讲我四文钱连两只米都嗲袂加两，枉费枉费我路头行这远，可怜的小百姓，被人当作小的一块砖。好一个胆小！胆敢如此欺弄百姓？耶、这无我的代志哦，好当作你去道德府去量啦。我若上道德府去，又怎？大办四十个，拍到让你做狗白。哎呦，我就想破你的招牌。嘿，哎呦！我听你这个人讲话口气阁袂细哦，嘿，啊无你是红尘姑啊呢？你甲我等下，哇，七爷的八爷，进来哦，做饭哦，这个，你来做饭啊？敢单招牌？这个，好啊，你是何方的通道？竟然敢在这为非作歹？来，好。抓起来！放手！伊是奸商，连买你的人应该就要抓伊。是小酒干，你有啥物好遗憾啊？是啊，我安尼你想要安怎？你无理取闹，法言恶念，真是无法无天呐、啊！孟雕天，太哥，打你！哎那呢？我钱乎你，你敢敢收？你要钱乎我，这钱也袂脱我手啊！我是安怎唔敢收？请问公车唔知什么大名大姓啊？敢讲你想要当我做甚？我跟你讲哦，我敢收你的钱，我就什么拢唔惊。你真惊？听落袂改名，说落袂改姓，总督府班头阿七阿伯。原来恁的后山这么惊，恁这安尼亚母养威啊！来，我十两银乎你，剩的乎你行路工。你钱乎我，哎呦，真好。公车大哥。你转过恁都督大人一声，贵地下有风，官星高照。你讲这句话，上介意我听，一定无问题。行，转来。哎，无啦，姐，无啦，姐，等下啦。哎呦，我怎么的？哦，俗语伫咧讲哦，宁可犯天条，是不可犯众咯。看看，打手手来转哦。好啦，来转。可恼啊！真是令人可恼。哼！家天哪里？家天哪里？
你也无听伊啊啦！哎呀，俗语人伫咧讲，啊假死就第一名，啊假五就第二名。我要死看一副棺材，我伫咧惊啥物哈？是啊，嘿，啊你若唔相信，我著加骂几句互你听。官僚是什么人呢？弥陀救弥罗呀！弥陀救，像我弥某某，一向洁身自爱，三十年来，行过十八关，验着未了的罪人，上。不愿出风宽贵，哈、啊！不能不顺地民，我只为人情世故来愿妻离情贫。如今定身下壁，走投无路。你这个老的，老的，老的，我讲予你听看嘛。你若看当今的风尚啊，都敢每日听伊刁神去骗你的好话啦，根本你的目睭什么都无看，安尼是毋是青梅娘？是毋是青梅娘啊？青梅娘啊！哎呀，这天牛啊！啊，不错哟。真是气死寡人了！世言如刀剑，来将丁明前。好主题谢祖娘啊，
你国公陛下王海明万岁，你明帝为德安铁军猛兽，却不卡穿你的虚假，还你推波助澜，将丁阴来洛阳，你解冻何罪？陛下，迄个时阵在翠微宫，众百官争先恐后，报复献税，神恐惊一时间，陛下无法度通明察啦。听你安尼讲来，这都是丁的死差咯。陛下圣明，罪在神下。你，陛下，想当前，美神以为丁堕入会，恭扶陛下，为丁低无不言，言无不尽，欢颜的感，下世梦生，随地添波游。为丁一生我去了，为公啊，为公，你何以替我太匆匆啊？在关中河，你胆色怪人，无事拢要是讲，烧尽官兵的国将下去怪风。小官车相公，有你在本前，你们这是叫冤枉，有你在本前，可知有人来动家骂君王。哇，你的奉献娘，你兵体为定，心情的故乡自豪傲，就靠西人来奉旗挂当，替君主的依靠庙来争。路旁，丁和你一尊的对头风，我才看你有外高，西尊用车旁。奉献令，现在你口口声声称为丁为忠臣，让你得记嘞。陛下，论忠臣，臣愧不敢当。神只是算良心而已啊！哼，好一个良心，这又是怎样讲？良心也无为的呀，论良心者，无所有为如必行呀！哦，你何为自由？神将军报国，愿你。曲终尽瘁，数以何以？一
个方向，天高地厚之音，处为无私，眼神不敢直视，只恐怕触犯圣宠，不但无法度挽回天心，而且就张文国做刀下之鬼，以国何益？处为忧，陛下心也忧，失血之苦，还有他以莫想。陛下心再三苦虑，万般无奈，只好出言，心切陛下东顺洛阳，亲闻目睹灾连洪水。陛下心替阮空驾，甘当有罪，恕无怨言。心啊心啊，请陛下将心的头绪我在五门之外，恕后来人不能替阮当众。心在九泉陛下，心甘你莫甘相奉阮啊！老天庆啊，天庆，你是一个中军帝国的忠良心啊，心思万里，用死牛来破千斤。我怀怒气，骗求难忍。现今虽沉丧，道都过气呀。陛下，那为得安呢？站！